先向委员会报告，本周轮值召集委员李委员德为因不客主持会议，请本席代理主持本次会议，谢谢。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请问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立法院第十届第八会期程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2年10月24日星期二中午下午1时至1时6分，地点红楼20会议室，出席委员范文云等16人，主席申文发会。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八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八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程。议程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一、民进党党团范文云提案均照议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通过，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依立法院资讯行使法第65条，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权人共5案，宣读完毕。请问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议事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八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12年11月3日星期五、七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八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李坤泽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三、委员苏巧慧等拟具陆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交通委员审查；四、七、委员林楚英等拟具家庭暴力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银行法交财政委员审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审查；八至十二、委员苏志芬等拟具水利法交经济委员审查；人权教育法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最低工资法、性别平等工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三至十六、委员陈明渊等拟具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内政三委员审查；劳工退休金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废止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审查；住宅法交内政委员审查；十七至十八、委员陈素月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废止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审查；19至22、文庄进程等据工厂管理辅导法交经济委员审查；最低工资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消防法交内政委员审查。23至26，委员范云等拟具工会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学生辅导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公务人员协会法、国家机密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27委员陈敬明等拟具长期照顾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8至29委员林长卓等拟具性别平等工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交通委员审查；30至34委员黄秀芳等拟具政党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35至39委员审判会等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废止内政部民建署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审查；废止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组织条例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环境检验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审查；废止交通部观光局组织条例、交通部中央气象局组织条例、交通部公务总局组织法、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审查；废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组织条例、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组织条例、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组织条例、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组织条例、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经营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审查；四是文化部函送文化资产保存法修订草案之税事支出评估报告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41至552行政院内政部海委会退辅会经济部农委会中央银行财政部经管会主力总处国发会文化部公民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553至567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未请愿文书经审查结果不成为议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至2
委员郭国文等据《农村再生条例》叫经济委员审查，《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叫交通委员审查，三至五委员罗美玲等据《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叫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三委员会审查，《新住民权益保障法》叫内政委员审查，《中央广播电台设置条例》叫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审查。六委员庄日雄等据《住宅法》叫内政委员审查，七至八委员邱志伟等据《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叫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三委员审查，国防产业发展条例叫外交及国防经济两委员审查，九退辅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叫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是委员杨成玉等据《水利法》叫经济委员审查，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是一至十二，台湾民众党党团女据《社会秩序维护法》叫内政委员审查，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叫财政委员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十三至十四，时代力量党团女据《住宅法》叫内政委员审查，职业安全卫生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决议事项对行政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请林委员雏鹰发言。针对第十届第八次，针对第十届第八会期第六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执行，建请照议事日程草案及各党团提议增列报告事项通过。提案人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林雏鹰。登记委员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请问对于林雏鹰委员提议有无异议？那没有异议，通过。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会议审查者五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行诉讼之事项者三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共十八案，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通过。有无临时动议？没有，谢谢，散会。